讨厌，你又拿我开玩笑。哟，赵总，你这是金屋藏娇啊？不认识啊？认识，昔日的云端公主谁不认识啊？只是没想到结婚的事闹成这样，你们还能共处一室呢？你这心也太软了吧！ 明轩，你有朋友来？是啊，给我们去弄点水果，再找一支红酒过来。你知道我的口味，一会儿尝尝我的珍藏。好，不好喝我可不喝。对了，我刚来的时候把鞋给弄脏了，帮我擦一下呗。 把我的东西放下。为什么动我的衣服？你的？你说这些衣服哪一件是你的呀？你不过是明轩藏在家里面的一个物品而已，和这些有什么区别？你说的对，就算我是一个物品，至少是摆在家里的，总比你这种及时的货色强。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在这过夜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有权利处理我的东西吧？其实，昨天被赶出家门的可不是我，我今天就要把这个给你认了。我要让你看看我可不可以处理这些垃圾。我干什么呢？明轩，是你让我过来的，看到这些东西我就碍眼。 你应该不会反对吧？我不反对啊。你想扔什么就扔呗。也包括他吗？我可不想和他在一个屋檐下。明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萧尚奇已经被我打得爬不起来了，你觉得像你这种战利品，还值得收藏？ 赵明轩，我要出去吃个早饭。家里面太乱了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可以恢复干净。那个女孩。 让我盯着你收拾东西，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。收拾好了，我会让你见长。
小姐，需要我帮忙吗？